台中市台74快速道路高架桥下，南屯区新政河路一带呢，目前呢因为景观维护呈现的是封路状况。不过有民众反映了，到了夜晚阴森森，就怕会成为治安死角。那么市议员吴佩云邀集了相关单位会刊，要争取装设监视器，维护民众安全。台中市台74快速道路高架桥下，南屯区新政河路172号附近，因为景观维护目前呈现封路的状况。不过由于位置偏僻，加上到了夜晚阴森森，附近民众人心惶惶。74快速道路下面这条路是封起来之后，内部是没有监视器的，可是里面内部并不就不只是说整个环境的脏乱，而且还可以过去还有甚至一些社会的案件发生，例如说像这种火烧车，或是有相关一些人为伤，就是人命伤亡的事件，所以其实民众非常担心说这内部又没有监视器，又没有就是长期的去做一个治安上面管理下，就成了一个治安上面非常大的漏洞。市议员吴佩云邀集警察局、建设局等单位到场会勘，要为地方治安把关。根据现况，目前这块将近4000坪的封闭道路里头并没有监视器，巡逻单也有将近半年的空白，就怕环境没人管理，到了夜晚成为治安死角。地方里长也希望可以透过活化桥下空间的方式来进行改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希望有人去管理、活化它，好把它利用充分的利用。像可以说开放让那个民众或者是说清洁队他们来这边设这个停车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活化的利用，才不至于成为治安的死角。针对治安问题，警方表示监视器的预算一年只能编列一次，因此会进行通盘检讨，将使用率低的监视设备争取装设在台74线高架桥下，来维护地方治安。